自萌妹女团 aespa 出道以来气势惊人，连续好几首歌成绩超亮眼。而四位成员在定位上虽然没有正式的门面成员，但各有各的特色。人气最高的 Karina 和 Winter 都各有一票拥护者，认为他们是门面担当。不过最近在韩网上就有一篇热帖，标题为如果要选 aespa 的门面成员的话，意外的有很多人选择了宁宁，引发了网友热烈回复。有人说宁宁越来越好看了，尤其是染了金发，简直是神来一笔。刚出道时的身法看起来还没那么亮眼，现在则是颜值提升很多，而且现在的宁宁也比起出道时期瘦了很多。不过也有人表示，这怎么会是意外的结果？从刚释出出道预告时就觉得宁宁是最漂亮的，而且她的长相正是最近最流行的猫相，以后婴儿肥消下去后应该会更漂亮。大家心目中的 aespa 门面是谁呢？